哎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苏联就已经呈现的水银视频。这个视频很简单啊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碳，你看放在水里面，啊，放在水里面泡着啊，泡着啊，泡着。然后呢，很多客户说，哎，受潮了，灭了。我跟你说，跟受潮没有关系哦，没有关系。你看，我都别说受潮，我直接泡水了。你看我泡完水以后，你看我再去点，你看这我是泡过水了吧？这比受潮严重多了吧？你看我去点啊，我去点。然后等下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它会不会灭啊？灭呢跟你操作有关。好，这炉子开了啊，就让它烧吧。那这个刚刚泡水的炭啊，烧好了啊。然后呢，你看啊，放到这里面，这个炭锅是最容易啊，最容易灭的啊，最容易灭的。好，放这啊，然后我们就使用啊，看它灭不灭，明显就不会灭。好了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放正中间，哎，把该去的灰给去掉了，然后我们盖上盖子，把洞留出来啊，把洞留出来。好，我们就不动它了啊，不动它了，看它灭不灭，好吧？其实这样子已经不会灭了啊，我们就这样放着。这已经很久了啊，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可能一个多小时了。你看这，哎呀，我得拿个东西啊，你看，没有灭吧，对吧？没灭吧？你看它是泡水了，对吧？但也它也没灭，所以受潮哦，受潮没有这一说，没有这一说，主要还是操作问题。